喉咙里好像有痰卡着的感觉啊。我看到海里边浮上来好多那个藻类啊，那几种藻类的重金属啊超标了啊，那些藻类的重金属超标啊，那些藻类的重金属超标啊，也就是说那个藻类啊重金属太高的时候就不适合食用啊，重金属太比例太高的时候就不适合食用啊，所以讲将来海洋里边啊被外星人过滤完了以后啊，过滤完了以后过滤干净以后啊，那里边那个盐类啊锌类的东西啊重金属之类清除掉以后啊，可以养一些类似植物一样的东西啊，那那个时候就干净了啊，现在是很脏很脏很脏的啊，非常的重金属超标啊。好，好，那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